今天仔仔上游泳课，所以给他背了一个游泳的包包。我跟你说，你说吗？我会这样，这样我不会摔倒。唉，现在都有一点迟了，就是因为给他弄那些东西。还要重新装，哎，这个把手还自己装上去。嗯，我是看这个锅，它是那种不粘锅嘛，然后它又是那种很深的底，你们看，就不是那种很平的，那我就可以做很多很很多不同，就是也可以用来烧菜啊什么的。我昨天收到了一个包裹。我买了三条裤子和一件衣服。嗯，因为我的裤子怎么说，那我现在很不清楚我的裤子穿什么码，我来换上给大家看一下。好，上衣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是买的 S 号的，然后有点小害羞，因为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露，从侧面看还挺好看的，就是挺瘦的，然后我把它扎进去了，因为其实我可以把它扯出来了，扯出来看看，扯出来稍微好一点，因为这个裤子大了，这个腰的这个地方有点大了，但这个裤子还蛮显身材的，就显腿长。我给你们看，它是那个直接到底的，就是比较适合配有一点点高跟的鞋子，这样到这个地方。黄瓜，对，就不会坨在地上，但是看起来脚又非常的长。好，我还买了一个这个裙子，但是也大了，所以我现在真的瘦了。它是这种比较长一点的裙子，然后前面是这样开的，我觉得很好看这个裙子。哎呀，这怎么搞？我现在就处于那个，我如果穿以前的码，比如说我如果穿36的裤子就很大，但是如果我穿34呢，我就觉得有时候有些34我穿着会有一点小，有点紧，但是有时候又合适，我就觉得，哎呀，我又怕自己哪一天突然长胖。这个裤子是稍微有点大，但是唯一一个穿起来还不算太大的一个裤子啊。我觉得就是裤子，买的裤子都大了，我的裤子我都得退掉。我刚刚拿了一个包裹，还付税了，是厂商寄给我的，但是又被税了。然后这是一个包包，我是买的 brown 的，这是一个包包，一个那种布袋的包包，然后这个是小的那种，然后这个是一个蜡烛，你打开看看这个蜡烛。啊，来拆开看看这个。哎呀，我现在好饿好饿，我上午出去办事情了，现在才回来。我现在真的，我出去办事我都不记得录 vlog， 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料好舒服哦，是那种滑滑的布料，然后是长这个样子的。因为我选了一个这种 brown 的颜色，然后它是那种特别轻的，哇，好舒服，我喜欢，因为它跟我想象中的那个布料是不一样的。但这个要装点东西才好看，哎，但是我好喜欢这个料子，我觉得就是不是那种一般的，因为我有好多好多这种布袋子，其实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料子，是那种润滑的，有点像那种皮的感觉，而且但是不是，是布的，只是它做的特殊的。然后还有一个包包是这个小的，然后这种就是那种一般的布袋子的料子。我选了一个很 Q 很小的这种，因为我有那种
很大的，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吧，就是那种比较大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比较秀，就选了一个比较秀气的这种，我觉得好可爱，就是你可以拿在这里然后出去玩什么的，好可爱，我觉得好可爱，真好可爱。因为我今天进食，但是我准备去做一个酸奶来吃吃。我做好了，我要去接仔仔啦。就是咖喱鸡和饭饭，你来回来饿了就可以吃。继续。来，妈妈跟你一起吗？现在两次，错了，两次，搜，眼，重新来一次，我可以，从头开始弹啊。嗯，换了哦，两次咯，我老都让你选一点的一坨。抬起来，读什么？这个木木，嗯，想想清楚啊！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木，很好。这个字呢？口，很棒。啊！哎呀。¿Tienes calor? ¿Te lo quieres quitar? ¿No? ¿Seguro? Uh-huh. Vale, vente. Ahora sí, vente. ¿Esa? ¿Cómo?
然后伟岸呢在Turbulencias está revoltoso, el pobre. Se lo tata por cojo. Porque ese caballo está temeroso. Ese caballo está temeroso, no puede ir por el medio. Me la oyó. Ahora está pasando el río. Hola.